知道我对你的感情的，我也能感受到你其实心里面还有我，对不对？我只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若即若离了，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我之前就告诉过你了，我们俩之间早就已经结束了。那我们之前的一切算什么？
我不知道你在做梦吗？还是你在戏弄我？还是你想故意考验我？那我问你，你喜欢我什么？一切，我喜欢你的一切。那你愿意为我做什么？只要我白沙能够做到的，任何事情我都会为你去做。 如果我一定要让你在我和熊阔海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，你会选择谁？你说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做选择？你跟我爸到底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哎，虎狼女，你问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啊？ 你是巨量吗？你谁啊？我是谁不重要，别废话，你到底是谁？不说话了。韩兰烈火神盾，不要你是正确的。你说什么？一个自暴自弃的懦夫，你有什么资格索要成功？巨量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到底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的事儿？我说过，这不重要。如果你想知道，我们见个面。什么时候？在哪儿？ 随时随地。这是医院的诊断证明，他面部和颈部。 都有软组织挫伤，他那种人渣，我下手算轻的了。你把人打了，出了气了，痛快了。可你考虑过后果吗？什么后果？吕子刀现在要求赔偿50万，如果不给的话，他就拉横幅，躺在大门口，甚至要把你和我们烈火神盾告上法庭。他这是讹诈。你做这件事之前就应该明白是什么后果。 这件事和烈火神盾没有任何关系。如果真的要告，就让他告我。怎么能说没关系呢？你别忘了，你是烈火神盾的一员。我辞职。 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要离职？你不是那么冲动的人，为什么要动手呢？没有为什么。我这辈子最痛恨打女人的男人。可不是他先动手的吗？就算要打官司的话，他也不一定能占便宜啊。一旦官司打上，一定会影响烈火神盾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想连累你们。所以你就要离开？事是由我引起的。 我会负责。你都要走了，你要怎么负责？你告诉我烈火神盾的口号是什么？完美主义，负责到底，超越极限，无懈可击。你是完美主义，你也超越极限，把人都给打了。不过我佩服你，那种人渣确实应该打。但是口号的另一半你做到了吗？ 就算你离开，那个渣男他难道就不会再犯了吗？就算你离开的话，谭丽难道就不会再受家暴了吗？承担责任是对的，但是不一定非要离开啊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来帮你收拾他。
这个驴子汤还真是个奇葩呀，全都是猛料。喏，粉红豹，我就知道你最厉害。驴子汤，39岁 ，AB 血型，东华国际大学工商管理系，以及国际经济学双硕士学位。2005年承办了子城公司，后来被国外的博朗公司收购成为股东之一，现在正在筹备上市。2009年娶了现任的妻子谭丽，结婚以来没有过任何负面新闻，是白手起家的典范。年轻的时候还是个高富帅，这没想到是个人面兽心的人。高学历，富一代，像这样的男人能动手打女人，简直是禽兽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问你们，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那还用说，当然是面子了。没错，如果我们把他家暴的事情曝光给媒体，那会怎么样？颜面扫地，彻底揭穿他伪君子的嘴脸，我看他还怎么上市。这种渣男就应该得到惩罚。姐妹们，咱们团结起来，帮张岩虐死吕子桃这个渣男。让你费心了。不客气，咱们是战友，帮你就是在帮我自己。下面应该做什么？当然是要从他老婆谭丽这里开始下手。据我们了解，吕子涛的公司正在准备上市，在这个非常时期，如果我们把他家暴的事情曝光给媒体，那就是丑闻，他的公司上市一定会受到影响，而且我们还不知道他能不能保住公司的位置。那我老公不就身败名裂，公司也没了？我们就是要这种效果，到时候你就跟他说你要离婚，让他净身出户，怎么样？听着是不是很过瘾？不，这样不行。怎么不行？你不是一直想离开他吗？可是这样他太惨了，我不想伤害他。可是他一直在伤害你呀。谭丽姐，曝光媒体只是我们的一种心理战术而已，为的就是让吕子涛知难而退，同意你们离婚，这样你交给我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。任务？什么任务？你不是要求我在你离婚期间保护你的人身安全吗？是，我是让你们保护我的人身安全，可是我没让你们伤害吕子涛呀。你让我们怎么保护你？如果不整治吕子涛的话，你永远都不可能得到安宁。那也不行，虽然我要跟他离婚，但我心里对他是有感情的，我相信他对我也是有感情的。对，他脾气差，他打人，他是不对，那只是他压力太大了而已。我不想我们之间残存的爱变成了恨。我实在搞不懂你，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维护他？我不需要你们懂，但是我不同意你们这么做。不是啊，谭丽姐，我觉得你可以再好好考虑考虑。你觉得这样，即使你们两个人离了婚，他就不会再来找你了吗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本来一条可以走通的路，现在又走不了了。没有他的同意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。我真想不通，这么好的方法，他居然不同意。怪不得次峰一开始就说他偏执。这个谭丽犯起倔脾气来，真的是怎么劝都没用。她受了多年家暴折磨，心里多少是有点扭曲的，再加上偏执劲儿一上来，肯定什么道理都不听。哎，白沙呢？她忙着保护她那个彩票男呢。用得上的时候又不在。你叫他干嘛呀？他不是车技比较好吗？我想让他帮我开个车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粉红豹，吕子涛的资料给我一份，还有谭丽的验伤证明、诊断结果证明和受伤照片各给我一份。你干嘛呀？别问了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等会儿啊。
就走啊？快点，粉红豹，跟着他，别让他干傻事儿。行。子枫，这次火狼女为了你，可真是挺拼的。小蝶，嗯，你跟来干嘛呀？我监督你啊。监督我干什么？四风已经打了那个吕子韬一次了，你还去干嘛呀？这招不管用了。你以为我那么傻呀？那你去干嘛呀？我去跟他摊牌啊。摊什么牌啊？你看，这是医院诊断出弹力轻微脑震荡的证明，还有这个，这是3月5日他诊断出颈部软组织损伤和肢体组织挫伤的证明，这是4月2日他诊断出肋骨骨折证明。你觉得把这些证据全部都交给媒体的话，吕子韬他的个人和公司名誉将会受损。如果再告到法院，那他和谭丽共同有的财产全部都归于谭丽。这么大的代价，你觉得他傻吗？那你打算怎么做啊？我去拿这些跟他交换。拿这些交换什么呀？换他老是跟谭丽离婚，乖乖听话，同时也不再追究张燕和烈火神盾的责任。还是你点子多，我支持你。一起去，你开车。走。负责展示资料，我负责谈判。他问什么，我来回答。你只要录音录像就好了。放心吧，有他呢。哎，吕子韬来了。没想到他的情人都到公司了，这明显就是在搞婚外情，怪不得他会实施家暴。他真的该打。我要是再见到他，肯定还得再收拾他一顿。出轨家暴比狗血剧还狗血，真替谭丽心塞。对于这样的人啊，我们一定不能手下留情。他就是男人中的败类人渣。那我们该告诉谭丽吗？该说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只有告诉他真相，才能让他清醒，才能挽救他。对啊，这种男人不但家暴，还有第三者，他还出轨，聊得挺热闹，对吗？我说你们一个个真是长出息了，学会擅自行动了。你们知不知道，吕子韬现在把我们公司告上了法庭，你们居然跟踪他，万一被发现了会怎么样？你们做任何事情为什么不考虑后果呢？事儿是因我而起，我会善后的。既然是你惹出来的，今后这个案子别管了，这是我们的规矩。你去跟那个谭丽说一下，经过他的同意呢，我们好跟吕子韬去谈。墨鱼，你也跟他一块去。是。记住，一定要注意保护者的感受，还有，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。是是。如果还是要告发吕子韬的事儿，我不会同意的。我不想伤害他。那个男人就这么值得你保护吗？
我还是那个态度。我只想安静的离婚，不想伤害吕子韬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不想他恨我。我特别搞不懂你，一个男人都动手打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护着他？小妹妹，你没有经历过婚姻，你不懂。虽然我要跟他离婚，但是我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。离婚只是理智让我做的正确选择。如果吕子韬早就对你没有感情了呢？早就背叛你们的婚姻了呢？生活中没有如果。谭女士，你好好看看吧。不会这样的，不会这样的。他跟我道歉的时候，他说他爱我，他说他只爱我一个人，他不会再爱上别人的。这算不了什么，只是稍微亲密一点的照片而已。谭丽，你不要再骗自己了。你看，原来我才是世界上最傻的人。这些就是真相。如果你现在跟他提出离婚的话，你还可以得到你的财产，并且你还可以重新开始你的生活。谭女士，你应该庆幸现在发现还来得及，你应该庆幸你们还没有孩子，一切都还可以重新开始。你现在打算怎么做？好，我听你们的。你们告诉我该怎么办。你现在立马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你要离婚。干嘛？我要跟你离婚。想离婚？我告诉你啊，做梦！你告诉你们那个什么狗屁保镖啊啊，让他等律师函。我跟你说，我一定把烈火神盾告到底。吕子韬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我过分啊？他把我打了，我过分？那是你活该。你说什么呢？我看着你做的那些事儿，我都觉得恶心。有什么事咱们好好商量，是不是？谭女士都已经不想跟您说话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离婚协议，你家暴加出轨。谭女士的意思是，婚后财产60%归她。如果我同意离婚，是不是把照片都还给我，而且把底片销毁？哼。还有这个。这是什么？不追究张燕和烈火神盾的责任协议书。
还有这儿。还有吗？谢谢。好。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？人生有很多事儿是我们无法控制的，你就当做是一场噩梦吧。人嘛，总要向前看，重新开始过新的生活，忘掉那些不愉快的记忆，好好过日子，你说是吗？谢谢你，谢谢烈火神盾。如果你以后有任何需要，随时来找我。开心点，我送你回去。吕子韬已经同意不再追究了，也就是说烈火神盾暂时安全了。啊，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下，就是关于张燕的处理问题，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头，我觉着吧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更何况是年轻人，谁不犯点错，对吧？反正我是觉得呢，再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，再考察考察。我赞同。张燕一直是训练营期间最刻苦的一个，在此之前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。如果就这样把他淘汰的话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我不否认他的个人综合素质，他确实有培养的潜质，但是我不得不说，一次毫无难度的初级任务就已经暴露了他的软肋。这种遇到问题就冲动且不考虑后果的人，对我们烈火神盾来说就是一颗定时炸弹，是致命的。一旦失去了控制，那么后果恐怕不敢想象。能不能不要一棒子把人打到谷底？发现了问题就去解决问题，改变和成长是需要过程的。好了，别争了。流沙说的问题呢很重要，秦深说的也有道理。我们烈火神盾不可能放弃任何一个人，当然了，也不能让他们随便的去张扬个性。既然是实习期，就允许犯错误。我是这么想的。我打算把张燕留下来，延长他的实习期，继续观察。刘教官，训练营已经结束了，我们现在是同事。坐下吧。哦，有什么事儿啊，刘教官？帮我查一个电话号码。这是什么呀？在训练营期间，张燕多次在秦生的掩护下打过这个电话，你帮我查一查这个号码的对应地址。哦，我马上就帮你查。查完了告诉我，谢谢。这次的事情结束了，熊总教官已经说了，你不用离开烈火神盾，但是要延长你的实习期。我知道，我让你们都失望了。哪有？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，我们觉得你做得对。那种人渣就应该好好收拾。啊，对了，这次的任务。如果要是让柳沙碰到的话，估计那个吕子韬现在还在医院躺着下不了床呢。
大晚上不睡觉干嘛呢？干活啊。火狼女，你还记不记得刺锋以前在训练营的时候常常背着我们打电话？记得，怎么了？今天柳教官来给了我一个号码，让我查这个号码的地址。我说你怎么这样啊，他让你查刺锋你就查，你跟谁一伙的？不是，你傻呀你，柳教官都说要查了，那我不查他自然会安排别人查，还不如我先查查，万一出了状况我们还能有个变动啊。还是你聪明，查到些什么没有？那小雨真乖，一会儿去幼儿园要听老师的话。啊，那给你，这么好看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小雨，外婆怎么教你的呀？看见不认识的人要礼貌的打招呼啊，快叫姐姐。姐姐。真乖，你叫小雨呀？你几岁了？四岁半。四岁半呀。想妈妈，我要找妈妈。哦，小雨想妈妈呀，妈妈工作忙，妈妈不忙的时候就来看小雨了，好吧？好。真乖。外婆，哎，小雨她妈妈呢？哦，你是我闺女啊，她打工去了。她做什么工作啊？她是做那个保什么？保镖吗？对对对，就是你说的这个保镖。哇，一个女人能当保镖真的是太有本事了。那是给逼的，当初我们来南京的时候啊，我闺女为了养小雨跟我呀，一天打三份工，累个贼死，连看孩子的时间都没有。后来呀，她就参加了一个训练营，从训练营出来呀，就找到这份工作了，保镖，专门保护别人的，可好了。那小雨她父亲呢？他不管吗？咱别提这个人好吗？孩子父亲对你女儿不好是吗？哎呀，岂止是不好啊，说来话长啊，闺女。不过这事儿啊，说来说去也怪我闺女她自己，那时候她年轻啊，不懂事，糊涂，稀里糊涂的就嫁了这个王大方。他俩呀是未婚先孕，有了这个孩子才结婚的。这男的呀岁数比他大不少呢，那个时候吧，这男的有俩钱儿，然后呢也知道疼人，特别是这张嘴可能说了，把我闺女哄得五迷三道，晕头转向，死乞白赖要嫁给他。我开始不同意，我在中间挡啊挡不住啊，这死心塌地的要嫁给他。你说这男人婚前一个样，婚后一个样，结了婚以后他看我女儿给他生了一个女孩，这心里就不高兴啊，态度马上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。哎呀，是怎么看我闺女都不顺眼，横挑鼻子竖挑眼的，一个不顺心就揍她，一个不顺心就揍她。那就没有想过要离婚吗？想离婚也没那么容易啊，我闺女是想离婚，可是她不答应啊，每次一提这事儿吧，他就承认错误，写保证书啊，下跪，什么都来。后来我跟我女儿一想啊，这孩子也小，也不能没有爸爸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原谅他了。可是没料到这人真是啊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，我女儿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最后就跟他离婚了。这辈子最痛恨打女人的男人，就打了呗。
有个女儿叫小雨，今年4岁，平时都是由张燕和她母亲一起看护，家庭条件非常不好。自从张燕进入烈火神盾以后，孩子都是由她外婆一直看着。张燕她很不放心，所以才每天晚上悄悄打电话给小雨。女儿一直是她心里最深的秘密和一件放不下的心事。这确实很感人，但是不能成为他犯错的理由。张燕的前夫也曾对她实施过家暴，之所以他会打吕子涛，可能就是因为他从谭丽身上看到自己从前的影子。张燕她已经知道自己错了，她以后不会再犯了。我认为张燕她既然可以向我们隐瞒已婚有孩子的情况，那么也就有可能向我们隐瞒其他的事情。张燕的事情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在训练营期间，我之所以同意他对外打电话，是因为他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我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说？因为我答应了他要为他保密。你在陪他一起骗人？我只是没有说而已，并没有欺骗谁。隐瞒真相和欺骗有区别吗？隐瞒真相不敢面对就是伪君子。我怎么就……好了，我们现在在讨论张燕的事情，不是在讨论你们俩过去。怎么处理张燕随你们的便吧。刘莎，别傻站着还不赶快去追。刘莎，关于张燕的事情呢，我会慎重考虑的，你先去吧。刘莎，张燕要给小雨打电话，我理解她做妈妈想念女儿的心情，所以我才答应她，隐瞒了没有上报，也没有告诉你。但是，你至于反应这么强烈吗？其实我告诉你，我最痛恨的就是骗子。隐瞒和欺骗不是一回事儿，在我这儿是一样的。好吧，我承认是我错了。我不想听你的道歉，你也用不着道歉。秦生，这不是第一次了，过去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以后还会是这样。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？秦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你在我心里是一个杀人犯，杀人犯。别人的心里，我却是一个杀人犯。开什么玩笑呢？什么杀人犯呀？杀谁了？